歌唱家，当然想当歌唱家，对不对？想当一个歌唱大师，对不对？咪咪咪，就这一点，咪起来，咪咪咪，越高，对不对？是否能再有美丽的衣服？
吗？你不去追男孩子，男孩子能嫁人能娶你吗？大家彼此啊，好听的这首歌，这首歌有很多音符，有很多弯，最熟的歌其实最不好学，因为你没有见到这个歌音，对不对？慢慢来，再来一遍。小小的小孩，来，我们跟着我老师一遍，好不好？小小的小孩，念。小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？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。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。漂亮的小孩，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？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。聪明的小孩，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是否遗失了心？在风中寻找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？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。亲爱的小孩，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。我愿意陪伴你，我愿意陪伴你，走上回家的路，走上回家的路。好，我们把歌也唱上，我们朗诵这样的语气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朗诵的抑扬顿挫、长短、快慢、高低，就是作曲家用的音符来呈现的，长短四拍，高了就上半带点，低了下半带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再唱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今天我们唱完到歌厅就要点这首歌，听见没有？到卡拉 OK， 我先想先点上，管你，我先站着，对不对？基本的就是原调啊，我们唱的比原来的高一点。到卡拉 OK 放弃唱，我们比它高一个调，他们是七调，我们是低调啊。我们训练的是严格的训练，魔鬼训练，到打仗不怕，算什么？这个我爬过，这个山我爬过，对不对？慢慢来，啊，悄悄的说，你眼前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，洗的还也脸也不洗，在那哭哭闹闹的，我说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要到警察去？怎么啊？哭哭不敢回去了啊！你看，先是小小的小孩，然后就是漂亮的小孩，要哄他，要呵护他们。你怎么不回家？找警察了？不能这样说。亲爱的小孩，这样说啊，再讲听。小小的小孩，唱。今天又没哭，泪还在这儿呢啊！今天。